兄弟们，我是有风。那今天的话，有风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牛的一个方法。不管是你是进行一个图片的换脸，或者说进行一个视频的换脸的话，那都没有问题，那都非常的简单。厉害的是这个工具，它换脸出来的一个视频的话是非常非常高清的。那它每秒的话能达到一个60帧左右，还可以通过这个换脸的话来赚钱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支持的一个内容的话，它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你想换什么样的视频，那它都可以换。那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那就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吧。这个网站名字叫做 ultra.swap.ai， 相关链接的话，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那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用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开始试用。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先注册一个账号，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注册按钮，我们就可以来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用户名，那下面的话你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后面的话输入你的密码注册就可以了。注册好友的话，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一个验证码，那你需要来到你的邮箱，把你的验证码的话填进来，点击一个开始。这样的话我们的账号的话就已经注册好了。换脸之前的话，我们可能比较需要找到一些比较好看的脸，可以来找一些明星，可能有一些明星的话我们需要找一些明星脸，等一下稍微来变换一下就可以了。当然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直接用明星的脸，那是侵权的。那我们打开 GPT， 我来问一下他，我说欧美现在比较漂亮的明星，那告诉我他们的一个英文名字。你看很快 GPT 的话帮我想了这么多，比如说你觉得哪一个好你随便搜一下吧，或者一下它，我们来 Google 一下，搜一下，我们看一下明星脸长得什么样子。我们点击图片，那里面有很多明星脸，你最好找一张比较正面的一个明星脸。我觉得这个不错，我来搜索一下。我说这个我也不认识，我来找一张它比较正面的一个脸。那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可以，那我们可以点击右键先把这张脸的话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那我们有了图片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用到另外一个工具，就是 Midjourney。 Midjourney 的话它是一款比较强大的一个AI 图片生成工具，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我们不能直接用别人的一个明星的一张脸，我们需要把它变换一下，我们需要用到 Midjourney 里面的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打开 Midjourney， 打开 Midjourney 以后，我们打一个斜杠，那我们往下面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如说 Describe， 就是这个以图生图。这里点击图片，把我们的图片的话，刚才保存的图片下载下来，那就这个按两下回车。它会帮我们生成四个提示语，1234，那我们可以点一下1234，它会根据对应的一个图片帮我们生成一个和它相类似的一个脸。下面我们已经看一下，那已经生成好了。我们来可以在浏览器，比如说我觉得第四张好，我点一下 U4 看一下它，这就是它以图生图帮我们生成出来一张明星脸。当然的话这个脸的话肯定不是它的这张脸呢，我们已经稍微变换了一下了，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你可以因为刚才它有四个提示语，那我们可以生成那几种不同的一种风格。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第三张可以，我点一下右上，你看这张图片也很漂亮。那这张图片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来点一下放大。那你觉得这些好，你可以先点右键先把它存到你的电脑上面。下面还有很多，你看这里也帮我生成了几张，感觉都还非常的不错。这张也可以，你看我来放大看一下。哇，这种我们要最好是生成这种比较正面的这张脸，我们最好生成这种比较正面的脸。那等一下我们来换脸出来的效果的话，它才会更好。我们点击右键都可以先把它先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那我们的脸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频。那我们可以打开 TikTok 来下载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我随便找了一个明星，那比如说我来搜索一下，搜索这个明星，那可以看到的话，他有200多万的一个粉丝，非常的厉害。随便找一个视频，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视频好，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给下载下来。那里面很多视频，这个视频也不错，很多，你都可以先下一个。我们怎么下呢？我们点击一下它，来，我们先把它的链接复制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 Google， 我们来搜索一下 TikTok， 下载工具吧，很多里面。我们都可以来找，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好，点一下它，把我们刚才这个链接的话粘贴进来，它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这里面的话我们下载没有水印的就选这个，这里要稍微等一下。像这种下载站的话，广告的话非常非常多，大家注意点不要点到广告。你看这个有时候用不了，你可以换一个，里面反正网站很多。我们来试一下
选择这个下载。那这里的话，你看视频的话已经下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视频的话已经被下载下来。当然了，有风这里只是举例，那你因为这些视频的话肯定是不能随便乱用的，我这里只是教大家一个方向方法，大家可以来灵活的运用一下。那我们换脸的时候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个网站，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海一 AI。 海一 AI 的话，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一些美女的一个照片，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一些金发美女，我们直接可以搜索一搜，比如说金发美女，你看上面这么多漂亮的美女，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三个点，那你可以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就可以了，你可以多保存一些，比如说这些都可以，你都可以点击这三个点，那点击一下把它保存下来。当然如果你想生成一个和它类似的照片也可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直接点击发送，它又会根据这个提示语啊继续帮我们生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图片，这个也可以。啊，这里的话正在生成，完成了 63%。 啊，这里已经生成好了，看这个海一的话生成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你觉得这张可以直接点击 download、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啊，这图片已经被下载下来了，它是一个蓝色的眼睛，啊，棕色的一个头发。就来到我们现在比较关键的一步，那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换脸。那免费的用户的话，你可以啊，有他送了你两分，那你每换一次的话，他会消耗一定那个分数，试一下。如果你是他的一个付费用户的话，你也可以批量的帮你换脸都没有问题。啊，看一下他的一个计划，6美元一个月，那你可以换60张图片，100秒的一个视频，啊，无限制的一个批量的一个换图，12美元一个月的话就可以换250秒，那30美元可以换500秒，啊，60美元的话可以换900秒，啊，有需求的朋友那可以来考虑一下付费。啊，今天的话有风的话来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我们先返回来增加我们的左边的话这里是增加我们要换脸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图片，来点击上传，我们先来换一张图片吧。比如说我们来换一下这个美女的一脸，这是原始图片。那右边的话增加一个新的脸，就是我们准备换的一张脸，我把这个笑脸来把它换上去，把这个美女的脸来换到她的脸上来，啊，我来试一下，啊，直接点击一个开始换，啊，这里它其实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免费用户的话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如果你是付费的话速度是很快的。啊，这里这个订单的话正在被生产，你看这里正在处理。同时的话我们再来换一张，换个视频，我们等一下来看效果。我们把刚才下载这个视频，就是他这个视频，我们来换一下这个视频的脸，换成他的脸，啊，或者说我们增加换一个其他脸都可以，换成这张脸吧，换成这个美女的脸，啊，点击视频换脸，我等一下就来看一下效果。啊，这里的话正在处理，啊，我们要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在等的时候 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别人的一个视频还有图片你不能随便换，因为这会牵涉到一个版权的问题。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女的来帮你换脸的话，你可以去 Fiverr 上面搜索一个 model， 就找一个模特，啊，你可以联系她，你说叫她帮你拍一段视频，啊，她拍到视频以后的话，那比如说这个美女，啊，你说请她帮你拍一段视频，到时候拍了视频的话，你可以把他的一个视频换成任何一个你想换的脸都可以，只要告诉他你想拍什么样的视频就可以了。里面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模特，再用我们的 AI 脸把它换掉就可以了。这个的话他已经帮我们完成了。啊，如果你是免费的版本的话，可能生成的时间比较长，他可能会排队。啊，有风这里你看等到14个小时他才帮我生成。那有时候的话可能几分钟，那有时候比较久。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你可以购买它的一个付费版本。我们点击这个眼睛可以来查看一下效果。那这就是我们换脸后的这样一个视频，可以点这个按钮啊，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换脸后的一个效果，左边的话是换脸前，啊，右边的话是换脸后。因为那大家在换脸的时候最好找一个脸近一点的，看起来就明显一点。这个是照片换脸，是有风。那本期用到的工具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来试一下。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